今天我们去见的这个人叫老冷，是郑州联络站的负责人。撤离的计划我已经都跟你说了，我们现在去跟老冷商量一下具体的细节。太好了，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。你往后看一下，是不是有一辆车在跟着我们？是有辆车，怎么了？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，从我们出了门，他们就一直在跟着我们。是不是费思清的人？不知道。你下车去看一下，看看什么情况。好。作为一个女人，我也可以理解她。她怀了你的孩子，又惨遭抛弃，现在孩子也没了。她不跟着你，跟着谁啊？你这么一说吧，她还真是挺可怜的。那不对啊，她找的是林雄波，不是我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那孩子也是林雄波的。你不是林雄波吗？这可怎么办？他老跟着我们，而且完全不避讳，这是明着来啊！那我们怎么去接头啊？伙计，把二楼的雅间给我留着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好嘞。怎么了？下车，跟我走。为什么不开车了？开车太明显了。这离约定的地点不远，我们可以走过去。果然是孟大川在帮他。孟大川是行动队的副队长，能没有两把刷子吗？我觉得你应该比他能耐大，赶紧想办法。你去引开他们，动静闹得大一点，我来通知老冷，并问械斗地点。明白。赶紧去找老冷，我拖住他们，快去！为什么老跟着我？阮明星，你烦不烦呢？你有完没完？老跟着我干什么？我果然没有猜错，你根本就不是林雄波。你什么意思啊？雄波他只抽雪茄，从来都不抽香烟。他跟我说香烟的味道很奇怪，但是你刚刚买的却是香烟。我不过是换个口味而已。我想抽什么就抽什么，你管得着吗？你不用在这儿找借口，你根本不是林雄波。你告诉我，雄波在哪儿？你说他是不是神经病？我明明就是林雄波嘛。好，你说你是雄波是吧？证明给我看。怎么证明啊？写几个字给我看，我对雄波的字最熟悉了。我受伤了，这个胳膊抬不起来，我没法握笔。笑话，你受伤了几个字都写不了吗？我看你是不敢。我为什么不敢？
你赶紧写啊！我行不？哎，大林，我还以为是谁呢，又是你啊，阮明心。我就去买胭脂，这么一阵功夫又缠上我们家熊波了。李兴波，你要想证明自己的话，你就写呀。阮冰心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让我们家熊波写，我们家熊波就要写啊。我再提醒你一遍，你们俩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现在熊波是我的丈夫，请你离我的丈夫远一点。你，哎，冰心，记住你来的目的，别发生正面冲突。哟，这还有一位呢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你也应该是行动队的费处长的手下。叶小姐好记性，我叫孟大川。那你怎么会在这儿呢？是费处长让你来跟踪我们？怎么可能，上回冰心不是打扰到你们二位了吗？处长专门吩咐我来看着他，这样对二位也有好处啊。这个理由我倒是能接受，那好，那我就不追究了，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既然有病就要吃药，别到处乱跑了，好好回家休息。谢谢叶小姐关心，医生说了，她多出来走动一下，有助于恢复健康。那就麻烦你看好阮小姐，别再让她纠缠别人家的丈夫。熊波，我们走吧。走。有本事就把尾巴夹紧了，别被我抓住。冰心，你也太沉不住气了，打草惊蛇了，知道吗？我就是要打草惊蛇，只有他受惊了，才会露出更多的破绽。哎，你刚才说他抽烟那个是？熊波他只抽雪茄，从来都不抽香烟的，所以我可以确定这个林熊波就是假的。可是光抽烟这个事儿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，他完全可以说换了个口味。对我来说，香烟也是证据。冰心，你太着急了。咱们现在需要的证据是那种让他翻不了身的，他现在宣称自己失忆了，这些细节的差别抓出来也没用。如果这个林熊波是假的，那他失忆的事情就一定也是假的。哎，对了，给他看病的那个马医生不是说有共党嫌疑吗？那他对这个假林熊波的鉴定，对这个事儿处长也提到过，可是不管我们怎么问，这个马医生一口咬定他就是失忆。他现在人在哪？还关着呢。大川，现在马上带我去。阮小姐，马医生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总算来了，他们非说我把你爱人的病给看错了。我没有爱人。你跟林先生不是爱人吗？行了，哪那么多废话，问你什么就答什么。我的私事儿就不劳您过心了。我今天来是想问问，林雄波的病是不是你编造出来骗我们的？他的症状就摆在这里，我是根据症状判断出他失忆的，我干嘛要自己编呢？这不是自讨苦吃吗？这个该死的地方我一秒钟都不想待下去。你不说实话没有关系，我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。大川，怎么才能让他说出我想要的东西？上天手段他就什么都说了。你不用在这儿找借口，你根本不是林熊波，你告诉我熊波在哪儿。淑萍，你回来了。我跟你说，出事了，出事了。出什么事儿？阮明心发现了，发现了。发现什么了？阮明心今天说我不是原来那个林熊波了，他们之前只是怀疑林熊波是不是叛变了，现在他们怀疑林熊波是假冒的。就这事儿啊？啊，这事儿你就慌了？不是我，阮明心之所以这么说，就是想让你慌，你慌了就容易露出马脚了。你不想一想，他们要是真有证据的话，早就把你抓起来了。也对哈，啊，好好好，我不慌，我不慌。哎，那你说我该怎么办？今天的这件事儿我也向老冷汇报了一下。哦，对了，
这是我们的同志能够找到的所有的林雄波的字迹了，你好好看看。不是这两天就要撤了吗？看这个干什么？越是接近撤离的时候越要多加小心。今天阮冰心的表现也给我提了个醒，他们从来就没有放松对你的怀疑，所以我们稍有不慎就会惹来大麻烦。来，你过来练一练吧。哦，这小子写的是新卫体，我之前呢也学过一段时间，临摹他的笔记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那就好，先从他的签名开始。好。继续。冰心，你有没有想过一种可能性，就是这个马医生是真的不知情，林雄波戏演得太好了，把他给骗过去了。我知道。知道你还往死里打呀？费处长为什么让我来查林雄波？那是因为在这件事情上你们都有顾忌，你们要有证据才能下手，否则你们没有办法对姓叶的交代。但是我不一样，我只是一个被人抛弃又没了孩子的女人，我完全可以不讲道理，完全可以不择手段，所以哪怕只有一丝的可能性我也绝对不会放过。这个人嘴很硬，这种情况要么是不肯说，要么就是不知道，一时半会儿只怕开不了口了。那就一直打，不要停，打到他开口为止。哎，冰心，你干什么去？我刚才在街上惊了他们一下，现在我再去惊惊他。老九，悠着点儿。你不要着急，一笔一笔来。好，再来一遍。这有一个顿笔。现在已经很像了，你再多练习几遍，我去给你倒杯水。林太太呀，找我什么事儿？阮冰心，你太过分了吧！
叶小姐啊，我对令尊的保证肯定有效，只是这个中间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误会了？我们情报处行动队是绝对不会派人去监视你们的行踪的。处长，阮冰心监视我们的时候，孟大川就在现场，您要是不相信的话，可以把他们俩叫来，我们当面对质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是这样的，孟大川呢，的确是我安排去照顾阮冰心的，我这么做呢，也是一番苦心。这阮冰心现在闹腾不休，无非就是因爱生恨嘛，是不是？而且这孟大川不是一直都喜欢他吗？所以我就想着，要是能够撮合他们俩，那你们之间的事不就烟消云散了吗？费处长，你的意思，阮冰心的所作所为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都是他自己的意思。这个叶小姐啊，实不相瞒，阮冰心呢是我结拜兄长的女儿，而熊波呢又是我们情报处行动队的王牌，这我们平日里我们私下的关系都非常密切，所以像这种儿女私情的这种是非之事，我实在是不好插手啊。儿女私情，没有这么简单吧？阮冰心她口口声声说我们家熊波是假的，费处长，他疯了吧？他怎么想的？他真是这么说的？这就是他说的。哎呀，这个冰心真是的，他要这么想可就太荒唐了。但是，叶小姐啊，阮冰心这个地方受了刺激，现在很不正常，所以你们二位还是多担待着点啊。是啊，处长。阮冰心现在就租住在我们家对面的房子里，还公然架起了望远镜对着我们家的窗户，那你说这……哎呀，这个冰心啊，冰心真是的，这……但是你说这他住哪儿，这是他的私事啊，我虽说是个处长，这我也不好干涉他，是不是？魏处长，哎，你这是要放任阮冰心啊？哎呀，叶小姐，这样吧，我回头找他好好的谈一谈，好吧？我也请你们二位多多理解，毕竟他是一个可怜之人。可怜之人，必有可恨之处。你要是不管的话，那我就自己想办法了。我们走。哎，叶小姐，你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啊！我站在城楼观山安静，耳听得城外乱纷纷。他们的车又跟来了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阮冰心就是摆在明面上的一把刀，握着这把刀的就是费思清。阮冰心要是出了问题，跟费思清没有半点关系，但是他要是查出什么了，费思清会立马跳出来的。你说的没错，费思清就是个老狐狸。我们必须要尽快的跟老冷联络上，让你撤离郑州。可是现在一出门，这尾巴就跟上来了，怎么联系啊？要是在约定的时间老冷没有见到我的话，他就会用紧急联络方式跟我们联系的。那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回家。半天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
你是说他们要走？是啊，叶先生说新婚后要回上海省亲，还有很多事情等他回去处理呢。大哥，能不能把林雄波扣下来呢？思清啊，您这不是多此一问吗？女儿出嫁，一月之内带着女婿回去探视，那是人之常情，应有之意啊。你又想到哪里去了？也是啊。大哥，能不能想办法让叶先生多留个两三日呢？叶先生跟我说，回上海的时候，情色急切呢，没有合适的理由，恐怕留不住他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转告叶先生，无论如何让我再尽一次地主之谊。明天中午，我为他举办送行酒会，酒会一结束，我立刻恭送，你看如何？明天中午，对。好，我去跟他说说。那就拜托大哥了，我马上让他们去准备。明天，爸，我们为什么不今天晚上就走？费思清非要安排一个送行酒会，我怕我们太着急了，引起他的猜疑，所以只能答应下来。也就一天时间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费思清不会让我们轻易的离开的。那我怎么办？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要离开我的视线，特别是明天的酒会，人多眼杂，那是他们下手最好的机会，也是最后的机会。不行，费叔叔，绝对不能放他离开。你说人家是陪老婆回门，我有什么理由把人扣下呀？那我之前的努力全都白费了。冰心啊，你之前做的已经很好了，你先是打草惊蛇，再是步步紧逼，就等他露破绽了。但是可惜的是，我们真的没有时间了。唉，这样吧，我再给你创造最后一次机会。明天酒会的时候，我找人去拖住叶家妇女，尽量让林雄波单独一个人待着。这最后的机会，你能不能把握住，那可就全看你自己了。哎，发什么呆？一定不能让林雄波走啊！腿长人。腿长人，人家身上要走，咱们也拦不住。拦不住也要拦。哎，李欣，你这么冲动干嘛去？我要去七星坪。你还去找那马医生？我今天一定要逼着他说实话。他要是不说呢？那他就活到头了。你等我等我，我跟你一块去。你千万冷静啊，他是我们重要的线索，明白吗？哎。告诉我，林雄波的病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会知道？咱们送到医院了，这事儿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，而且他是你们送进来的，救不救也一直是你们说了算了而已。你不说实话是吗？嘴硬是吗？好，我让你知道嘴硬的后果。
林寻波该死，帮他的人都该死。你不告诉我实话，我叫你陪他去死。该说的我都说了。寻波明天就走了，我走了我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你告诉我实话，我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。我无话可说。出事了，马医生。怎么了？啊，老总说什么？没什么，老总让我们明天小心应对酒会。我饿了，给我弄点吃的吧。好，厨房里还有一些饺子。我去下了给你端来。嗯，好。老马牺牲的消息让叶舒婷悲痛万分，敌人肯定没有从老马口中得到一点消息，否则他们早就对邓远达动手了。在这个即将撤离的时刻，叶舒婷决定暂时不将这个噩耗告诉邓远达。
熊波他从来都不吃洋葱。不是，这洋葱，这，洋葱有助于神经恢复，是我逼着他每天都要吃一点的，有问题吗？对啊，这个东西就是再难吃，那得总比每天吃药强吧，对不对？再说了，吃不吃跟你有关系吗，阮冰心？对啊，跟你有关系吗？这什么也别。叶小姐，有事吗？叶先生，请您过去一下，说是有位长辈想见您一面。长辈，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吧。好。熊波，等一下。我回来，我可能走不掉了。你哪都别去，就在这儿等我。啊，处长。哎呀，熊波。那我先失陪了。好，熊波，看看谁来了。怎么，前副处长都不认识了？处长，你就别为难熊波了。就他那个病，想不起来我，也很正常嘛。对不起啊，前副处长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只有一点模模糊糊的印象。欢迎你，熊波，要养好身体啊，祝你早日康复。谢谢，前副处长，谢谢。处长，咱们上那边静一圈吧。好，走。处长慢走。怎么了？你这是一个人？啊，没有，我们那个舒婷离开一会儿，我在这等他。什么都别说了，兄弟们三缺一，就等你了。哎，不行，一会儿舒婷来找不着我了。没事儿，就玩四圈，给你践行。走。哎呀，不行，我一上桌肯定不止四圈。没事儿，就一会儿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就行了。哎，真不行，给你践行。哎，这这真不行。兄弟们，给你践行。来，我跟你说，孟副队长。叶小姐，您在这边稍等一下。好。不好。叶女儿，三缺一啊！你们玩，哎，你们不是。今天啊，陪熊波大战四圈，就当给他践行了。不是，但是说好了，不管是谁赢了钱啊。都拿出来买礼物，就当是我们大伙儿送给熊波的啊！没问题，你们玩我看着就行了。林公子，以前你跟我们打麻将的时候，你可都是抢着坐下的，怎么眼线要走了，反而学习谦让来了？这可不像你的作风。不是，我你别这是那的，开始吧，来，从我开始了。想出老千啊，这招是你的。南风，快点，熊波，到你了。哎呀，其实也不是兄弟我不想玩，关键是现在我老婆管得太紧了，她跟我说不让我玩这个东西，所以我不能碰，你知道吧？算了，你们玩，你们玩，你们玩。想走啊？可以啊。你现在摆一副九连宝灯，你只要摆得出来，我现在就让你走。
摆什么酒酒什么玩意儿酒？你不会失忆的，连打麻将都忘了吧？不是我老婆现在管得严，她不让我碰这些玩意儿。别装了，以前的林雄波不喝白酒，不抽香烟，不吃洋葱，打起麻将来能不顾一切。你根本就不是林雄波，你别以为你跟他长得一模一样就能冒充他。我不是林雄波，我是谁呀？你是共产党。